这个节目我们对的也比较熟悉的，还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呢，也是当下特别新潮的，甚至是当天的包袱，我们都融入到这块活里。前热乎，刚出锅，哎，相信这块活一定能够符合咱们观众的胃口。咱这牛吹的有点大了。感谢啊，哎，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。先给您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哎，这是应该。我叫孙涛，哎，90后的一个小演员，岁数不大。隆重的给您介绍一下旁边这位，很隆重介绍，天津相声广播的著名节目主持人，嗨，赵旭，不敢当。哎，你看这个赵老师一上台来啊，特别的喜庆，看见观众高兴吗？不是不是啊，跟那没关系，那是人家工作好。都是上班嘛，有什么好不好？不不，您不一样啊！天津相声广播主持人，那怎么了？有理儿有面儿，赚的不少，知名度还高。嗨，您想的太多了啊！都一样，都是上班，没有高低贵贱。好不，您这个好，别的那工作都干不了。您这话说怎么就干不了了？剩下那些都不是正常人能干的。什么工作都一样。不行，你这么，你听我的，我媳妇在银行。哦，现在这个金融业发展那么快。什么时候那儿有招聘的？你来个银行工作行吗？哟哟呀呀呀！哎呀，你烫着了，你这有站直的说，怎么不是银行不行啊？银行怎么不行了？您大伙琢磨啊，天天数钱，我就问你，哪张是我的？干不了，这钱拿不着，这么都公家的，能让你拿走吗？那我就不喜欢这，不喜欢这。你怎么办？嗯，我看你小伙子啊，你口才还不错。哎哎。找个企业当个销售行吗？哟哟，谁踩你尾巴了是怎么的？有话说赶紧，怎么了？不是销售不行了？销售怎么不行了？您琢磨，刚开始没客户啊，就得打电话，不都那样吗？这电话辐射多大呀？那怎么着？还没半个小时了啊，头发去一半。啊。我这是自己剃的，这就是销售精英。没有，没有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不是你这不干那不干，你要干什么你？你这路人这就叫好高骛远。怎么了？告诉你，记住了啊！幸福是奋斗出来的，总想天上掉馅饼，哪有这么多好事去？你得奋斗，知道吗？行行行行，快，奋斗！我说的那是他们。哦，你有工作？你在这儿吧，抽你，你信吗？说怎么着？嘿，我正经，我有工作呀，知道我干什么的吗？您恕我眼拙，不知道，看不出来。我啊，影评家，二手的。二手？你影评家？你几位看过？这像有学问人吗？不是，我这劲头，你看不出来我是影评家吗？你这不像我，你这不像影评家。像给剧组送盒饭的，怎么揣着点别凉了？还送盒饭的，倒霉模样！您像我跟你说，影评家不是这么简单的啊！看几个电影就完了，这影评工作那得对电影艺术有深入的了解，而且需要撰写大量的影评文章，你行吗？你知道我没写过啊？你写过？废话！我告诉你，那个网上的影评，我发表过80000多篇。写过这么些个，知道人送外号叫什么吗？啊，林冲。您管着80万禁军，我管着80个水军。不是正式的，你看过什么？自嘲，我这是。甭自嘲啊！看过什么电影？跟大伙说说，那算你干过。给大伙说说，我都看过什么电影？啊，你说随便说几个。这个一说大伙都耳熟能详啊。说一个，有个这个美国的迪士尼大片哦，讲的是这个海盗的故事。海盗？哎，这个海盗呢，这儿系一个蝴蝶结啊。蝴蝶结干嘛呀？系那是眼罩啊。哎，这个船长叫杰克船长。哦，您这电影大伙倒看过？大伙都知道。对对对，这电影特别的有名。对对对对，加勒福海盗。加勒福海盗，你看过吗？那叫加勒比海盗。加勒福海盗，这人我告诉你，滥竽充数。叫什么？加勒比海盗。对对对，加勒比海盗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还有一个电影啊，还有法国的电影，法国的，讲的是一个老头跟一个小姑娘的爱情故事。啊啊，这老头是法国的著名影帝，叫让雷诺。哦，您说这个我倒知道。哎，最后这个老头为了保护这个小姑娘，牺牲了自己。是是是，这电影大伙都了解。哎，都看过。这个手刹不太灵，
啊，哎，说这个手刹不灵啊，呵，闸线崩了，怼死的。哎，这干太别嘀咕了，下回闸线不灵想着修啊。怎么了？那就这个刹手不太冷。我怎么记得这手刹不灵啊？以后别买二手自行车。对对对，这个刹手不太冷，不太冷。还有一个啊，美国大片看的真不少，讲的是一帮机器人打仗。机器人打拍了好几部了啊，上一部还在咱中国拍的。哦，您说这个知道了，这电影更好了。对对对对，那叫那个变形钢筋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说了。变形钢筋啊，有旋转的角铁吗？变形钢筋，一螺丝跟螺母打起来了是吗？对呀，螺丝跟螺母打架，完螺丝给螺母拧脱扣了，手刹就不灵了，怼死的。这这，行行行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那叫变形金刚。变形钢筋，你这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，对对对，变形金刚，变形金刚，啊，咔咔咔咔，该够油了吧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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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别别别啊，您这电影看串行了知道吗？不变形金刚吗？你说这叫金刚，这是另一个电影。不，那讲的什么呢？你变形金刚你不知道啊？你刚不说机器人吗？对，有机器人，哎，有机器龙，对了，机器鸟，哎，机器猫，哎，带着个蓝维森往外掏东西，竹蜻蜓，时光机，任意门，大熊，你要铜锣烧吗？德阔啊，让你爸妈带你做个亲子鉴定。怎么呢？一般要亲生的怎么也得带你看场电影。怎么看的电影太少了你。这多好，这还好你这几都看串了，哪一个说对了？几位到现在有一个说对了。还有你再有好你也说不好。还有一个啊，这个爱情灾难片，你还看爱情灾难片？这女主角张着手，嘿，张着手这样啊，张着手这样。哎，别、啊、这干嘛？法国四比二啊，世界杯都出来了。哎，这男的足球，男的后边搂着。对对对对对，这电影大伙都知道啊，泰尼号坦克。哎，说这坦克手刹不灵，闸线崩了，对，撞冰山上怼死的。你外边溜达去了？怎么了？就你这路人，我看的电影还有了。你看过有一个好电影？这么半天你哪个名字说对了？你听我说这个，你还知道吗？有那个《指甲王》《指环王》《剪刀手刘德华》《剪刀手爱德华》《上海钢琴师》《海上钢琴师》《大侦探福尔马林》。有福尔马林，我先把你泡上。你说对一个了吗？说对一个了吗？说不挺好的？告诉你，记住了，有这个美好的愿望是好的，你得下功夫努力。嗯，几位甭听他啊，他一个正式电影没看过。今天他要说对一个电影名字，我是那茄子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说对一个名字，我是那茄子。那你听好了，你说我听。我看过电影太多了，有《狼》《战狼》。杀破狼、金刚狼、狼牙山、五壮士、喜羊羊大战灰太狼、环太平洋、大鱼海棠、美国队长、喜剧之王、蝴蝶效应、红海行动、无问西东、卧虎藏龙、天下无双、国家宝藏、甲方乙方、猛龙过江、有蜘蛛侠、蝙蝠侠、钢铁侠、闪电侠、煎饼侠、猪猪侠、神奇四侠、铁胆火车侠。一二三，你们先别鼓掌，他就会这几个，多一个他都不会说，没新鲜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多一个也不会说，你就会这几个。听着还有了，你接着往下说。阳光灿烂的日子、寻梦环游记、霸王别姬、生化危机、一代宗师、后会无期、同桌的你、你的名字、情圣、忍者神龟、让子弹飞、自杀小队、死神来了、哈利波特、建国大业、建党伟业。好。哎呀，别说，我还真冤枉你了啊！别说您看过这电影，还是真不少。嘿，这有点能耐啊！那可不。今儿这么办啊？今儿来了这么多亲爱的观众，您当着各位观众，您给我们推荐一个最有意思的、最好玩的、我们大伙儿最爱看的、老少皆宜、看完之后还看不腻的电影，行吗？那我给大伙儿推荐一个动画电影，哪个？《白雪公主》。老片子。讲的是个白雪公主跟七个小矮人的爱情故事啊！这七个小矮人各怀绝技。不是。老大是个大力士，哎，老二千里眼顺风耳啊，老三铜墙铁，老四会吐水，老五会吐火，老六会隐身，老七最厉害，抱着个葫芦还冲白雪公主说话了，我叫你一声敢答应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。
给白雪公主吓得圣斗士快来保护我，星矢发出大招龟派气功，黑猫警长也赶来掏出手枪啪啪啪啪四个大字，这写的是手杀不灵。说回来了，